是看了小朋友的分享，然后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然后这一次的活动，你觉得明年可以继续，就是这一年？是是是，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夏日小学堂基本上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提供给我们的自己的教职员工的子女。最重要的是，我们还邀请了很多赞助人来补助，来协助我们弱势的小朋友来参加。那因为我们很精心的这个设计，刚刚翟主任提到了，我们让学生很快乐的来学习，让学生愿意学习。那我今天看到小孩子的表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哦。那有非常非常具体的成果，那我想学校明年一定会再扩大的办理。那我想还是本着原来的一个基本精神，我们要跟社区结合，要跟弱势结合，来实践我们大学的一个社会责任。哦，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逢甲大学要办这个夏日学院为小朋友办的暑期的那个夏令营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童年。那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会去学校啊办活动，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啊，自己的体验呢很开心，常常在。哎呀，就是即使年纪很长了，在回忆以前的时候啊，都会有那一段时光。所以当逢甲大学有这个 idea 的时候，我就100%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夏令营如果办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支持的时候 ，OK， 我就很乐意。即使这是一个初衷，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希望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愿意支持这个活动跟这个想法。初衷很简单，就是这样而已。那今天来参观小朋友的这个两个月的实习之后，应该不是说实习吧，应该说他们学习的活动之后哈，让我蛮惊讶，很惊喜，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啊超乎我的想象。那这里面除了就是詹主任、詹老师刚是詹教授刚好谈到，就很多的课程之外，事实上他们的实作，让小朋友动手又动脑，对对对，他然后又有团队合作的精神。这些就是个人特质里面，在他小时候就可以当成养分的部分。那如果透过这个夏令营的话，如果让小朋友他在人格养成跟对就是学习的乐趣有所帮助，我这是真的很有正面的意义。然后我当然我也希望说，其他的大学也可以跟进。好，逢甲大学应该也是一种抛砖引玉吧，算是一个先锋。那其他的大学也可以就是学习像逢甲大学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更多的学童小朋友们可以在夏日多一个很好的时光，在他们人生多一个很好的影响，就是有深远的影响。然后我想这个是在这个很炎热的夏天，或者是说在一个很纷扰的社会里面，有充满了阳光跟欢乐的地方。那我就除了逢甲要加油之外，其他大学我希望可以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小朋友今天几年级？23。那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个机械手臂吗？可以。如果这边往这边的话，它就要往这边。如果往前，它就会往下。然后如果往外的话，它夹就会合起来，然后往内的话，它就会打开。那你们上课的时候是做这个机械手臂吗？对。那你是组装它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没有很难？有。很难。而且这个是要那个很容易破。很容易破掉，所以要很小心、很轻的动它吗？那你们有第一次？你是第一次拿螺丝起子吗？好像第二次。第二次，那有没有觉得很难拿，还是很容易拿？你们拿过？不知道。
我觉得非常感动了，因为说实在的，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开始规划，然后做，其实时间很短，那几乎是有点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过这个我想可能也就是冯甲人的一个团队的那个精神嘛，所以翟老师啊、翟红老师他们就很短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从规划然后执行，一直到今年啊，前面七月八月，现在快告一个段落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欣慰。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尝试，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它有一个意义在，因为我们是大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大学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这个很充分的去善用它，那这就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家庭背景，都是应该把大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自由的学习空间。所以我想这个是特别感到欣慰的，对，就是我们做到了，也是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了这件事情。对，没有，就是感谢逢甲大学有这个空间，让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然后办这个营队。那也应该也只有逢甲大学肯让我们有这么大胆提议跟创新做法实现的空间。对，小朋友你们都很棒，加油！哦，我是小胖哥哥。小朋友，我想给你们一句话，你们今天都很棒。